六凤四壁，左手拉一个圈往右棚，再转回来做一个擒拿，再往外面棚出去，两手腕勺丸微微旋转，一拖一擒拿，再开两垮配壳，壳旋转按螺旋按出去，左脚点部六凤四壁。好，现在讲解一下这个擒拿手比较多啊，要保持圆当。好，左手过来，你看转一下，先转，两手腰一边转，一直转，一转一直下来，再往外捧，手法要变化，再拖。好，现在讲解这个手法，左手一过来，再往下卷，卷的时候左手要旋转，往里面旋转，右手要往下旋转，将收出去的时候，手掌要翻出来啊，这样翻出来，一翻，翻了以后，左手低一点，右手高一点，然后两手旋转配合腰花，这个垮配合，这样拖擒拿手。好，左手手指微微桥下啊，微微桥地下，这样拖拖，这样擒拿勾一勾，右手一拖配合。好，从头打一遍，圆当上腰挤起来攻马步。好，擒拿往下捋，转一下，往外捧，两垮配壳，往上拖啊，然后两手打开，重心微微过左腿，开壳，两胯旋动转动，手掌按出去，按出去的时候重心过来右腿，左脚点部，你看前后手，右手在前面，左手在后面啊，按的时候，我现在转过来这个方向，打最后一个动作，你可以看到我手的距离，按，旋转，啊，前后手，啊，我现在转过来，你看前后手，手不能上急，要弯曲，捧圆，一按，啊，手脚捧圆。往前旋转打出去，好，再打一遍，马步要稳，好，转下来，转一下，横旋转，拖拖起来，开重心过来，左腿微微可按螺旋按出去，六凤四壁。